为我们带来歌曲了吗？对，这一次呢，先带来一首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，是一首慢歌。然后我是之前在，就是在新加坡的频道的这一个连续剧，对一个主题曲。然后我相信大家都会唱的，所以等一下一起唱好不好啊？这首歌叫做《变化》。等一下一起唱好不好？